喂，一美吗？早安，早安。房子还可以，闭门之前借我的小了一点，不过离学校近了很多。现在9点可以吗？我9点去找你。嗯，那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谢谢书法，很感情你。弹古筝哦。嗯。好，那是为离开日本这么久了，你觉得我该不该留下来？莫基哦，当然要继续喽。如果你在台北觉得无聊的话，可以来找我啊。好，走走。我们有爱过，就不用担心了。请进。突然变得好冷，真的会越来越冷。刚刚那手机声音应该是我工作的手机声音。我可以找了一个打工，一小时可能有12到15磅，那就蛮好赚的。我很多同学都在做同样工作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应征同一个。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用打工度假签证，然后那时候是台湾第一年跟英国合作打工度假，所以我是要靠自己赚钱来这边生活的，跟学生就不太一样，因为学生可能父母会帮忙付钱。我那时候印了一叠，然后是纸本的履历，然后我就要一间一间一间的 walking， 一间一间走进去递给他们我的履历，然后跟他们介绍我之类，或是问他们说，欸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在征人吗？那时候找工作啊什么都觉得很累。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都会在，对，那时候刚好就是变种病毒，我老公回去，我们去内，他就只是在里面挑衣服，然后就有一对夫妇就说，我不要靠近他，因为他说的有 COVID 什么，然后还这样往后退，然后觉得超没有礼貌的。很多台湾在攻占我们这些人，就是真的会觉得说，你干嘛要回来？你回来就是让我就是会有传，就是会有感染的几率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真的不是不得已，我们也不会想说随便。而且尤其是在这种时期，对啊，因为你知道老人是没有办法预期他什么时候会发生状况，对啊。我爷爷过世，他90几岁，根本没有办法回去。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。他也是觉得我跟我老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钱？我觉得是怎样？是觉得亚洲人是有多没钱？对，就是那个应该是也是他第一次觉得，我的老婆被歧视了。对，哦，这个就是蜗牛。
骑瓜牛。你还要再一个瓜牛吗？耶，水母耶。对对，这个是不是水母？是什么？那你还要我画什么？安康鱼。啊，安康鱼。安康鱼，它一个这样子。这样子。这样子。鱼。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台湾，我跟我老公自己一起买房子，然后一起买车子，然后一起有小孩，有小孩之后就觉得，哦，小孩真的是一切。还是你觉得在这里已经是最好的选择，所以我才会留下来啊。树上小鸟笑哈哈，火车快飞，火车。